哟，这个是在储藏室里面找到的相机哦，已经荒废好几年了。然后 Sony5N，所以想拿出来再次使用来拍 vlog，画面应该会比较好看一点哦，不知道。然后顺便现在我要去买一个 external microphone，就是外接的这个麦克风，希望。以后的收音效果会好一点啦。OK，接下来就靠你啦。好，今天需要去买一台外接的麦克风，然后顺便做一个测试，然后祝我一切顺利，Let's go。算了，我已经看了3间，全部没货。再去问问看多几间，看看有没有吧。今天遇到了超多的挫折，现在肚子饿，我们来看到一个 Mos Cafe 呀，Mos Cafe，然后进去吃一下，回去再告诉你我受了多少委屈。结果我的旧相机根本不能用。这是 Wagyu Burger。基本上卖的食物呢，就和我们平时去的 Mos Burger 差不多一模一样，其实也没太大变化，味道分量都一样。那这边不同的是音乐换上。日本的一些民谣歌曲，然后卖多一点咖啡的饮料啊、拿铁之类的，然后整个设计也比较稍微文青多一点点了，大致上没太大的区别。这个甜甜辣椒酱真的超好吃。呀，回到家了。东西麦克风买到了，可是后来发现哦，它的这个连接口对吗？连接主机的连接口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的相机呢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出输入口 ，GoPro 也没有，然后都不知道买来这个买了怎么办现在，然后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到 GoPro 买它专属的 mic adapter， 就要额外连接一个超大的一个 adapter， 像这么大的转换器之类的东西，又要多花一个70-80新币。逛了好多商场哦，今天走了一整天，然后完全找不到，已经没有人在卖 GoPro 了吗？奇怪， GoPro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小的卖不完的东西，感觉就像这样子，好累哦。然后今天看也没什么好开箱了，反正也不能测试嘛，再看怎么办吧。今天。现在也差不多快10点了。
影片结束。